大家好，这是西北大学的直播间，我叫谷雨，来，我们看一看今天有什么好卖的东西。啊，西北大学是一个很好的学校，但是有的时候外面的天气不舒服，特别是下雨的时候。啊，下雨的时候外面又湿又冷，所以要带雨伞，可是雨伞也不方便，风，西北大学在河边，所以风非常大。雨伞会乱飞。那我不带雨伞的话，我们会感冒；但是带雨伞的话，会很不方便。那怎么办呢？那今天我卖的东西就是一个西北大学的雨披，我们来看一看吧。哇！很酷，这个整色非常好看。如果你或者你的儿子或者你的女儿穿这个西北大学的雨披，你真的不会怕雨，也不会怕乱飞的雨伞，真的很酷。那我们来看一看价钱是什么。以前是40块，哦，it's backwards。以前是40块，那现在 现在是20块，哇，打五折，打五折，赶快买，OK，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卖的东西，我只有这件UP，谢谢大家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